给你们写图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苏。苏苏，我们为什么戴口罩？因为我最近有很严重的一个 corona， 就是武汉肺炎。所以今天我们戴口罩，你们最近一定发现很多人在捷运逛吃还是火车一定戴这个口罩，因为是这个是很重要，因为是武汉肺炎还没找到怎么说这个病的处理的方法，所以比较严重的，对不对？很严重。所以当然是每个人需要戴。还有我们有一个大的问题嘛，因为是我们是外国人，所以我们的家人在土耳其，可是他们觉得台湾跟中国是很近，所以他们现在很担心，非常担心。所以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？哎，叔叔，你小心，你戴口罩吗？还是他们不知道吗？这个病？啊，这是土耳其，我觉得他们还不知道，不太了解这是什么 corona，因为土耳其没有 corona， 对，只有那个我们台湾大陆或是旁边的国家有一种很严重的 virus，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这边的人怎么保护自己，所以我的家人一直担心跟我说，叔叔，你那边很好吗？我们又听到一个那 corona， 那我跟他们说我有戴口罩，他们又不知道口罩是什么，所以我都一直介绍他们。现在土耳其的意思，戴口罩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们是癌症的话戴口罩，其他的人不会戴口罩，因为是土耳其人不习惯嘛。可是我第一次来台湾，刚来台湾的时候，也我看到台湾人戴口罩，我觉得真的很奇怪。可是现在我的家人很担心，他们说土耳其那边现在有武汉肺炎，所以你一定戴口罩嘛。如果你回家，一定快洗手嘛。这个是当然是很重要。而你们最近一定发现了，现在 7-Eleven 还是其他的超商都没有口罩卖完了，很难找，很难买，真的。现在在卡帕多加伊斯坦布尔有很多中国人的观光客，可是土耳其政府的没有厉害准备吗？对，台湾已经厉害准备了，现在有很多怎么说中国跟台湾的控制嘛，飞机控制嘛。我跟家人说了，你们一定买大概200-300个口罩，你们放家里面，有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用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因为是这个肺炎我们不知道很快嘛，对，没错。还有你知道现在土耳其去很多观光客，可是这个生病有一个大的问题，如果现在叔叔生病的话14天之后开始发烧，对，所以我们需要小心，每个人需要注意这个，每个人一起加油台湾。现在我们还有需要谢谢台湾的朋友们，因为是他们给我们很多精神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在土耳其的东部有一个地震，6.8，蛮大的。你知道39个人过世了，还有1500个人受伤，为什么这么大的影响？啊，这是6.8，对土耳其来说蛮大的一个地震。然后我们没有常解锁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突然有那么大的地震，我们的房子也没有那个发震，所以很容易就丢下来了，所以真的蛮严重。对，100多个大楼，太多人。谢谢你们，因为是很多人给我简讯，图家还有很多人给叔叔简讯，图家我们是记得921，很多土耳其人帮我们了，现在我们要帮土耳其，所以你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什么的银行号码吗？什么的号码吗？因为是他们想要帮助土耳其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我看这边一个粉丝已经有寄给土耳其之后，他们跟我分享了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当然是，多少没关系，你们想这个就好了，因为是我们很开心，我们知道现在台湾人我们的旁边，因为是现在土耳其的新闻的大部分是这个地震没有武汉肺炎，所以很多人说这个，因为是真的超多人过世了，我们很难过，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。还有叔叔，你我就在安卡拉有一点点地震的影响，可是你的住的是 Maxing 嘛，对，比较近，所以你的家人有什么影响吗？他们有怕吗？这是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就马上问他们说他们是不是有问题了，因为那个城市 Elaza 离我的城市 Maxing 很有一点近，大概85公里左右，所以我的爸爸妈妈都跟我说他们有感受地震的很可怕。对，
还好人都没事。今天我们的聊天这个两个题目，我们觉得这个两个是也很重要的。谢谢你们这么可爱，还有你们一定注意戴口罩，好不好？因为是这个是，好记得哦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我们等一下要出去，一定要戴口罩。对，那我们一起加油。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？拜托分享，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，老台湾。